这些不是很重要。所以，你认为应该再次探索那次森林吗？嗯，是因为那些小孩子的话。你忘了，我也是小孩子。虽然我也尝试进入森林探索几次，但一无所获，果然还是需要更多人力才行。所以，就分一些人在那里好好调查一下吧。不行，你也知道，探索那种地方消耗了体力，成员们都很忙的，平时都顾着自己的生活，要把他们叫去，得有更明确的理由。说看到黑色怪物的只有一个人，如果有两个人就好说，人的记忆是会欺骗自己的。那说到底，根本就不能确认那个黑色的怪物是我们要找的东西。即便是那样，对我们而言，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放过吧。那么，如果你能再找到一个指向那片森林的线索，我就同意派人去那里探索。确定一个点至少需要两条线的意思吗？如果那片树林真的有调查的价值，你肯定能找到第二条线索的。哪怕是同样缺乏证据的线索，是不是缺乏证据由我来判断，你只要继续做好自己做的事情就好了。他去的地方是树林呢？说到树林，这附近就只有那一处，偷偷摸摸的去那种地方，被逼迫着说出来，实在令人在意。这样一来，算是有两条指向树林的线索了吧？至少，树林里应该确实有什么才对。总之，跟父亲商量一下。对了，突然出现的那名男性我也很在意。他戴的帽子，低着头，脸上好像还有绷带，没能好好看清他的脸。唉，应该只是普通的小混混。然而那个瞬间，却有种恶魔就站在我身后的感觉。很奇怪，说到底，我根本没有真正接触过恶魔，没道理会知道恶魔站在我身后的感觉啊。而且，思维一停滞下来，当时的情景就会从脑中浮现出来，耳边的声音，肩膀被抓住的感觉全部都会出现，心脏也会随之躁动起来。还是头一次发生呢，隐约感觉到哪里见过他。匕首啊，不要拿吗？不能回去，那你不能拿。这是要让横竖格子加起来的数字都相同的谜题，就是数独吗？这样，我虽然听过这个词，但还头一次见到呢。81格啊，看起来不难，就交给我吧，可以吗？说什么呢？之前的谜题都是我在解的。也是，我要解哦。指点。指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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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点。匕首悬在半空中。好，左手。我立刻向自己左手边避开，然而，飞来的匕首居然中途改变方向，追刺了过来。哎，应该是被刺中才对。然而，感觉被刺中的地方，别说匕首，连伤口都没有。我扫视了一下自己周围，依旧没能找到匕首。怎么了？发出那么大的动静？没什么。又是一种幻觉吗？
总之，谜题我已经解决了，眉眼变红色了，继续前进吧。还真快。备份。啊！空白的备份。你对数独有兴趣吗？只是看看而已。你喜欢玩数独吗？也没有到喜欢的程度，我觉得适合打发时间。不过，那种像拼拼图一样，经过自己思考，一点点将其变得完整，乃至完美的感觉，确实很令人着迷的。那就不是喜欢吗？我还要替他检查是不是？哦，不对啦，哦，不对啦，这个只是作者让我们玩的啦。这不是指点啊，就作者让我们玩，然后用姓名的检查答案。神志不清的男人，为什么一直沉默着？明明是被派去运送素材的，居然开车撞过去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看到了，我亲眼看到了，他身上散发出黑色的雾，那么隆重的雾，前所未见。那个绝对是恶魔，没错。别擅自下定论，如果他真的是恶魔的后代，有可能出现类似恶魔的特性。为什么你还那么冷静？你明明也看到了，看到了对吧？无论如何，你的做法都无法达成目的，你已经彻底混乱了。只是单纯在添乱而已。我没有做错，我已经杀掉恶魔了。那之后，恶魔没有从尸体里出现，肯定是一起死掉了。明白了，看样子与你的对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哼，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。说到底，你……我可是知道的，我们私底下都在传，你父亲其实已经找到了解除诅咒的方法，并对你使用了，对吧？这才是你没有被诅咒的原因。真的有那种方法的话，父亲没有必要私藏。而且，我的事情，你们不是早就研究清楚了吗？那可是大家一起得出的结论。不对，那样的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女儿还在受苦？她比你更晚出生。凭什么他的诅咒没有消失？答不上来了吧？这就是你们所隐瞒的证明。还有，你的父亲明明没加入多久，地位却升得飞快，怎么想都有鬼。你要是那么认为的话，就随你吧。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。快说，快跟我说，他到底用什么方法解除诅咒的？都说了没有那一回事。没有想到会有用上这个电击枪的一天。接下来就看组织会如何处置你了。能利用的就利用，碍事的就尽快排除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无论做什么我都不会有一丝犹豫。是同龄，是你们。别突然闯进来吵醒我，明明正做的美梦呢。还真是抱歉。你们是来做什么的？不，那个答案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。这里残留下的我，也很快就要消失了。你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无法成功。接下来，在外面的那些人多半全都会死。这样吗？即便如此，大家一定不会后悔的。我们都在思考过最坏的结果才行动的，已经做好觉悟了。似乎说的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，这也不是我的本意。怎么样都好，反正事到如今。就这样，这就同龄的河了，好像比安雅的平整很多。毕竟，安雅的河在被吞进来之前就已经受损了。
这样。还好吧。嗯，有点疲倦而已。哇，还有三个盒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多盒？怎么没有盒在身上？天哪，盒超多，而且那个刀到底怎么意思啊？那刀真的是意义不明的支点。受伤而已吗？我将那个男人撕成一块一块的，大的肉块进一步撕碎，小的肉块尽力裁扁，直至完全丧失原本的形态。在做出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这出了差错的身体意外的好用，但是哥哥也一动也不动了。因为头部被那个人砍得血肉模糊，接下来要怎么办呢？我陷入迷惘之时，熟悉的身影出现了。山羊先生伏在哥哥身体上面注视着我。于是，从他那里，我了解到现在的情况，以及让我暂时恢复正确形态的方法。你谁？对好了，换了这个，这只到底是，大概没问题了。这里又是哪里呢？不是啊，为什么又换角色啊？到底在干嘛？啊？近三个人也没有问题的样子。啊，为什么又有快语的回合？不是我们就找合了吗？太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吧？太多了，真的。床底，原来是镜子，上面有颜色的右上角，黄、绿、粉、蓝。绿粉蓝，黄绿粉蓝 ，OK， 太多了。启动，看里面有没有什么。所以快语没有死哦，不是快语被开枪了吗？这怎么没有解释到？为什么快语现在好好的？还是快语在……他在恶魔的心中是可以走的。绿是二，粉是八，蓝是零。5280，可是不是说生日吗？
对啊，是应该已经不能动才对啊，隔块鱼为什么还可以这么操动啊？反过来吗？不是，0852，0825。居然靠我一个人力量，太好了！我也不是完全不会解谜的吗？这里是光碟，就这些吗？真的全部都光碟，似乎没什么用处呢。对了，用那边的电脑似乎可以播出什么东西。镜子反射，可是它直接画在镜子上面，会反射吗？刚不是写在镜子上吗？还是我刚看错？哦，这是写在板子上是不是？我以为是画在镜子上。好，好，可以播放，看一下内容吧。一个女性抱着一个小女孩，这是母亲跟她的女儿吧？两个人都对镜头笑着，是记录家庭的日常光碟。结束了，完全不是家庭日常。开头那是炸气吧？母亲跟女儿都患有精神疾病的样子，似乎情绪稍有波动就变得狂暴起来。那个父亲也真辛苦呢。光碟还有很多，看一下吧。怎么开始讲解恶魔是什么？诅咒？唉，完全无法理解。最后一张，安雅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安雅会出现在光碟里？这个视角是从车里拍到的。站在远一点的是童灵，这究竟怎么一回事？画面上看到一个戴着白色帽子的女生，我记得她。难道那天我离开之后发生的事？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的，可以彻底瞒过去的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你的错，快雨才。你的表情都不会变的吗？相比起来，你的朋友还有趣一点。再怎么忍耐，到最后还是会忍不住哭出来。那个表情可真是多少次看不厌呢。咦，这是什么？那辆车在搞什么？居然冲过来了！他不动了，死了吗？多半没救了。为什么碰到这种事？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还在发什么愣啊？走了，要被谁看到怎么办？之后不准跟任何人说这件事，知道吗？结束了。这就是那个事故发生的过程吗？恐怕就是在我离开之后。嗯，还有，雪花持续的闪烁之后，终于画面逐渐变得可以分辨，是那名少女的身影。应该已经死于车祸的少女，站立在阴暗的走道上。你是？为什么？我应该已经把你杀死了，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我面前？少女的身体被黑雾的雾气掩盖，肢体伸展膨胀，化为庞然大物。果然，你是恶魔，我没错，我没有搞错。
不，我错了，我根本不可能杀死那个东西，怎么可能杀得掉？别过来，叫你别过来。哇，这到底是？你看的还真专注呢。你好啊。怎么周围都变白了？而且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从那个牢房里逃出来的吗？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什么啊？是？那你倒是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全都是梦吗？我之前在做梦，现在也在做梦。原如此，我理解了，这一切都能解释了。总之，你冷静一点。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啊？我觉得我没有风算好的了，已经相当了不起了。好，那你就保持这样。现在我不会对你做什么不利的事情。要说的话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？怎么救？不，先告诉我，现在怎么情况？你只是被卷入了别人的微型精神空间而已，而那个人的核已经碎掉了，分成了几块，散布在一片区域。于是乎，我跟琴音在分头收集这个盒，然后就发现了你。啊，我完全听不明白。总之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很快就会和其他人一起被琴音送回现实世界去了。能再跟我好好说明一下吗？啊？不是指刚才那些，我想要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，从头到尾，全部拜托你不要给我现在讲哦。还有你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每次见到你，都像见到了不同的人，完全不知道该拿什么的表情面对你。现在甚至说要救我。而且，我居然觉得现在可以相信你。抱歉，我们这边还要赶时间，没空给你更多说明了。事情的经过，以及其他疑问，还是等之后自己去想办法吧。哎呦，快点啊！你好生气哦！你到底讲为什么有那么多话要讲？不过无论如何，无论有什么前因后果，我都不会原谅你对安雅做出的事情。这一点我要说清楚。你还真的喜欢她？那种女人哪里吸引你了？不是，我和她又不是那种关系。要说的话，应该像是家人那样。啊，好烦哦！哎，好了，怎么继续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因为我突然搬家才分开一段时间。她就是像我的姐姐和妹妹，就算做出了罪大恶极的事情，我也没有办法对她弃之不顾。哎，这种字眼小说都不会再重复讲一次的耶，这太夸张了。而且，那其实我也有责任。那么，我要抽了哦。抽什么？抽？你的精神体还剩余很多，核没有显露出来，而能被带出去的只有核，所以说，要把你现在身体中的那个核抽出来。是，预备。等一下，虽然不太明白，非得那样不可吗？从身体里抽出来，那肯定很痛吧？会死的吧？那就要怪你的核太努力了。什么跟什么？